Hello，现在去找蘑菇了哈，在家是闲不住，因为好几天没有吃蘑菇了嘛。这两天就是忙打包发货，或者把货发了，今天有空了，去找一点，然后晚上来吃火锅。没下雨还是比较冷的，这风吹的，这头发都炸毛了，早上洗的。风大也冷，小江去喂猪去了，我是偷偷去的，因为他说。我说我去找蘑菇，他说没得吃蘑菇过吗？天天喜欢找蘑菇。我等他来这边喂猪，我就偷偷的上去找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找到一斤两斤嘛，然后就回家。回家等下还要挖红薯，还要割菜。因为现在也是天气好的话，人也是比较喜欢去找蘑菇的。一个人带着个筐子，100镰刀，所以呢，我上山一般都不会害怕。各位傻不？因为有镰刀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再说我们在山上都没什么的，啊，也不要害怕。你们要是来找小鹏找蘑菇的话，我带你们去找蘑菇。山上哪也有蘑菇，我都一清二楚。这头发现一朵。
我们每年种这个白菜的种这么多，到最后都是留给猪吃的。而且这个白菜在市场上卖的话，现在好像几块钱了。他们说白菜比肉还贵，那个豆角般的9块钱一斤。到时候来我家吃这个菜苔哈，到时候要好多。到冬天的话，来绑啊，还拍，连我都绑完了呢。这个也要绑嘛，这些菜到时候长大了也要绑，现在还小。这里还没绑啊。全部绑好了哟，就这样子。可以了，现在已经是快4点钟了。去接我们家彪彪放学了。